最近火爆全网的华为手表，相信你一定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司空见惯。既然是电子产品，怎么能少得了华强北这三个字？今天小亮就去华强北搞几台最近刷爆各大朋友圈的华为手表。该说不说哈，老板很够意思哈，给我留了四套。这个东西那现在是相当的缺货哈，一点不夸张。过来先瞅一瞅，三个杏色，一个黑色哈。我个人感觉这个黑色比较漂亮哈，看起来更有档次一些。路过华为专卖店，咱们进去瞅一瞅。这个价格呢是1488到1988不等哈，分不同的这个款式哈。先拿起来一个咱们看一看哈，就是这么个玩意儿。咱这大老粗咱也说不来什么四五六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价格呢就是这么个价格。咱们转过头来看一看今天所拿的港版华为手表，这个就是今天从华强北市场拿的其中一块哈，大小呢是42毫米哈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女生戴哈，里面一个充电器，一个无线充，开机看一看哈。据说华为手表呢这个待机时间比较长哈，支持很多的这个模式，比如说这个运动模式啊、登山模式啊等等。这块手表涨价了哈，之前在华强北拿货不到800块，今天拿了4块，整整3200元哈，平均一个800块。这样呢，华为手表你心动了吗？